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爱天真无邪、配养气质、优雅活力开朗、年轻人才、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、心灵善良的柯凡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走中奖，这次是连续四年参加走中奖了。然后前三年呢，我都没有录影，那今年呢，就找了一个小帮手帮我记录一下，就后台的一些小花絮，这样子从我的角度记录一下小小 vlog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的天哪，我们的休息室超级大，哇靠，这可以容纳多少人啊？这里还有，这左边还有一整排的，这里还有，我的天哪，好强哦，我好爱哦，这个女生在这边会发疯吧，超开心，自己的大位置，好爽哦，午餐快乐。看一下，这里就是红毯，来假装你们就是走红毯的人，来这边，来停着拍个照，继续走红毯。来，我们走到这边，这好立体哦！这个电梯超浮夸的大，超大的耶，这超大的，我觉得还可以坐一台车。你刚你好，我们的啊，好，得奖的是小 Q， 然后音乐会下。这样子是非常单纯，但是很正，但是你要走快一些些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试走一次。得奖的是小 Q， 恭喜！好，暂停，我想要再一次。可凡，那这样你 OK 吗？应该非常清楚明了，所以你明天引领的角色，还有拿奖杯一趟的角色，就麻烦你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等那么久，谢谢你。谢谢，辛苦了。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我猜是可以拍照的东西，就是人在这边会立马显示我们人在这，然后他会帮你拍，他有这个感觉，就是照片会掉出来啊。哦，然后这个是厂商爸爸的食物跟饮料，明天见。哇，今天关关帮我订了这个 W Hotel， 耶！哎，我可以脱口罩了，好高级哦！这是我第一次住 W Hotel， 哎，因为都住台北，没有会在台北的饭店住，好可爱哦！这里是浴缸，我还可以穿浴袍在这边，还有淋浴间。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门？打开会是什么？是玻璃哦，然后这边哇，好漂亮哦！我们一人一张床，这里好漂亮，我超爱夜景的，发疯！我的天哪，虽然没有订到那个101的景观房，但这里真的已经很漂亮了。今天晚餐来吃 W Hotel 附近的泰鹏牛排餐酒馆，看起来很赞耶。他推荐是三根手，看起来有点深，实际蛮嫩的耶。我也爱你，明天见。大早安，现在是9:30，来饭店底下吃早餐。啊，好想睡。我吃班尼迪克蛋，精彩瞬间。噔，噔，好吧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噔，好吧。好烦。在干嘛？啊！你最烦啦！垃圾。好美哦！先开在手里的房间。吃吃这样子。女生这么早，今天几点起床？我们今天几点啊？9点吗？9:30。早，应该是吧？吃了，我刚刚在后台多少吃？直接吃吃。走吧，上车。哎，我的小帮手。小心，你会紧张吗？还好，但是我很久没有穿长时间的高跟鞋，所以等一下我比较会紧张。你比较紧张穿高跟鞋的部分，会不会我拿着那个奖啊？
啊，你说你要走几次？33次。好，礼服的厂商说我是那个全场出现率最高的。哎，真的耶！你的礼服会整整出现33次，真的耶。然后我刚刚没有穿丝袜，有点小后悔。哪里有 hot ten？ 你告诉我。关关姐有那个项链，然后你说多少钱？23左右，现在应该变贵一点点了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你来帮我录影，又送我那么贵的礼物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3号小车车，出发去红毯，加油！我录，哎，超多人的啦！你现在紧张吗？现在该紧张了吧？我肚子，我觉得下车会很丑。吸气哦，记得吸气哦。很多人在等你哦。谢谢你，真的是太会安慰人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给你们看，这是怎样的感觉？好，接下来呢，下车的这一位是可爱天真无邪、非常气质优雅、活力开朗、年轻有才。好，那你下车的时候有缩肚子吗？有吧，有吧。那你现在可以去休息了，对不对？好。好美哦，腿好长哦。哦。哦。我在想说叫你赶快过来，然后呢，那个白痴公主就，是我，哇，现在大家都还在走红毯，空荡荡。等一下，这个很大的场地都会被塞满，它有3层呢，1、2、3，很强的，越来越盛大，太强了，上面不要看。第3届的回放呢？好美哦！刚刚那一套也合适，这一套也合适。然后你平常的洋装，我觉得也很搭。这是你的啦。非常谢谢。嘴角掩不住笑。第4届的走中奖年度最佳影片得奖的是阿汉坡影片，年度的最具代表性且最广为人知的现象级网络影片，制造出了脍炙人口的角色舞台。谢谢李白。结束了吗？现在直播已经结束了吗？半
奖。现在在 after party， 耶、yeah. ，很多人，超级多人，另外一边也很多人，拍不到。要。没关系啦，再换一首了。好、哦哦，哇，我知道阿豆死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看到阿豆的声音了。どう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に？好啦，各位，现在时间是2:14，我要回到我的饭店了。幸好就在旁边，好爽，走路2分钟就可以到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已经回到饭店了。耶、yeah, ，辛苦了。小帮手关关在帮我预约一晚W Hotel 的饭店。哎、欸，住2晚，我觉得太爽了，太幸福了。你这么辛苦，你今天出场了33次，哎，你值得再住一晚。我在说33次都已经很像什么梗，33次，对，33次。那我们走中奖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明年我也有机会再参加第5次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这是我们的宵夜，好爽啊、喔！这个里面是什么？糖而已吧。哦、oh. ，我就叫薯条跟奶茶。耶、yeah. ，对，耶、yeah.。